那我相信最近这一段的时间，为着接二连三在美国发生的这些枪击案件，在大家的心灵里面都留下了很多的阴影，很多的伤痛。可能很多人在这样子的局面里面都会问一个问题，就是神为什么容许这样子的事情发生？神为什么让这样子的悲惨的事情临到这些无辜的孩子们？弟兄姊妹，这个样子的问题，这样子的惨剧，其实在过去的历史上常常发生，甚至我们可以预期，在未来它还会继续发生，甚至越来越严重。至于他神为什么容许它发生，其实，在我们从前很多这样子类似的情形的时候，我们已经跟弟兄姊妹分享过了。讲约伯记的时候，我们也特别讲过，所以我今天其实也不再去回答这个问题。但是很多的时候，当人们碰到这样子的时候，都会直接的想要去质问神，其实对神是很不公平的事情。是这个国家，是这个社会，是这个世界上的人自己选择了要远离神，要容让罪恶存在，要让那么多不合乎圣经原则、神的要求的这些法律通过。而当事情发生的时候，马上转过来就说：“神，你在哪里？如果你是神，为什么容许它发生？”我觉得这对神是很不公平的事情。所以我今天不去回答那个，我反而觉得我们应该把我们的力量集中在求神安慰这些受害无辜的孩子们的家庭，一方面安慰他们，一方面也真的要为自己，要为教会祷告。教会今天如果不兴起、不复兴、不起来尽发光的职分的话，那黑暗就继续存在。我们曾经说过，黑暗之所以笼罩，是因为光不尽它的本分。因为哪里只要有光，哪里黑暗一定被赶逐。所以今天我们要求的是，求教会真正的复兴，真正被神建立，能够来医治这块地，能够把光、把爱、把福音带到这个地上来。这是我们该做的事情。所以一件事情发生，人都会有不同的反应，而不同的反应就决定了我们可能的行动跟所带出来的结果。12个探子看见的都是迦南美地，看见的同样的亚衲族人，他们信的神是同一位，他们也都是属灵的领袖，但是他们却有不同的反应，带来了不同的影响，也带来了不同的结果，也给自己带来了不同的结局。所以我希望我们今天在看这些悲剧，将来还是会发生的。我们希望我们在主的面前，不要过几天就忘记他，而是让我们真正能够在主的面前有积极的行动，起来用祷告，用我们该做的福音的工作，能够让更多的人能够因着信耶稣转向神，而让这个地至少不要堕落得这么快。我记得我忘了哪一个讲员在我们中间曾经讲过，说有3个中年的男人同学，他们基本上事业有成的，所以三个人约好到印度去度假，度假2个礼拜以后回来，这三个人有不同的反应。第一个人说：“我再也不去这个地方了。”第二个人，他说：“我看见在那里有太好的商机、投资的机会，我要盖很多更好的旅馆、更好的餐馆，那里实在是一块投资的沃土。”而第三个人说，他就更加强了他要去宣教的这个呼召，他看见那么多世上的灵魂，如同羊没有牧人一样。同样的度假，同样的2个礼拜，看的、经历的都一样，但是三个人的反应却不一样。所以我希望，当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上看见美国、看见世界，一天到晚都有这些让人沮丧、让人灰心、甚至让人痛心的消息出来的时候，我们是选择消极、选择质问神，还是我们学习在主的面前说：“主，你在做什么？你要教会做什么？”我们应该是在主的面前用更多的祷告来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这个世代里面，我们不辜负我们成为这一代的人。我们所处的世代
我们对他永远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所以希望在教会里面，我们都能够在主的面前，我们一起的来加油哈。那今天其实我要讲的这段的经文，《使徒行传》第七章跟第八章，一开始讲到施提反的殉道，其实跟这个也是类似的问题。为什么一个这么爱主的，这么爱主，常被圣灵充满，大有能力，生命又好？我说他生命好一点不是随便讲的，你看这个人这么会讲道，这么智慧充足的人啊，这么熟读圣经的人，但是当教会叫他出来管饭食的时候，你从来没从他身上听见一件埋怨，他就是那么甘心的去在神家管饭食。其实他的圣经知识，他圣灵的经历，他跟神的关系，他这个人所活出来的见证，远远超过很多的使徒的，但是他却甘心卑微在神的面前，忠于神所有给他的。那今天我们就在想说，为什么施提反要殉道？在教会最需要的时候，教会刚刚建立，神家正在成长，面对这么多的逼迫，神为什么要让他殉道？或是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让他殉道？我们也会有类似的问题，但是今天这个都不是我在讲这篇今天的这篇信息里面的重点哈。但是我相信大家听完以后多少会有一点的答案啊。那么今天我们主题的经文是讲《使徒行传》第七章，第七章在讲施提反的遇害，第八章讲到门徒们受逼迫，开始往四处去宣教。所以我今天要讲的这个题目呢，主题是讲到丰盛的生命，加美的脚踪。丰盛的生命，加美的脚踪。虽然这两章的圣经集中在几个主要的人物啊，像施提反，像腓力啊，像彼得，像约翰啊，或是啊这些门徒们，但是我们今天的重点不是要去看这些人而已，而是我们希望能够跳出来，从一个更高更大的格局，从神的角度来看，神把这几个人所作所行记载在这里，神到底在这里告诉我们什么？到底神在做什么？他要我们明白什么，好让我们今天就在今天所处的世代里面，我们能够从他们的身上看见圣灵的水流，看见神的工作，看见神的旨意是怎样往前去，好让我们在这个世代里面，我们不是在这里读2000年前的一个故事，或是一些人啊那样子令我们羡慕，令我们高不可攀的属灵经历。 No，所有圣经写的也都是为了我们的今日的。所以我今天讲这个题目，丰盛的生命，加美的脚踪啊，什么样子的生命，它就会有什么样子的生活，它也会留下的什么样子的脚踪。耶稣基督是道路真理生命，他不光是我们的生命，他成了我们的生命，他把他的脚踪也留给我们，让我们可以跟随他的脚踪行。同样的，神今天借着这几位列在这里的人物，不仅仅让我们看见他们里面耶稣基督的生命怎么样子从他们身上彰显出来，也同样的从他们的脚中看见今天你我甚至今天的教会该如何的往前。刚才的诗歌讲到一粒麦子落在地里食了，结出许多的籽粒来，这其实是我今天七八两章圣经里面非常关键的一个中心的信息。我们看见那个伟大的神的儿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在地上，他从各个方面表达了基督的荣，表达了神的荣耀，彰显了神的荣美。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只有父怀里的独生子把他表明出来，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人看见他就如同看见父，看见神。弟兄姊妹，这是耶稣基督，这是这一颗贵重宝贵的麦子。但是耶稣说，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人就是一粒，落在地里死了就结出许多的籽粒来。今天我们在这里，我们就是要看见这个麦子怎么样子结出来了。在这些人的身上，我们看见了基督荣美丰盛的生命，在这些人身上的生活，他们的脚踪，他们的见证，让我们看见这个麦子的生命怎么样子落实在神的众儿女们中间。不光是个人的基督，今天是团体的基督。不光是耶稣基督一个人得胜，他要我们这些在基督里的都能够经历这个得胜。所以我们没有时间去读整个圣经，我希望我们每一次
讲完使徒行传就继续读，因为正好教会礼拜五查经聚会也在读使徒行传啊，所以我预查的内容已经很多了，那么配上主日的信息，我相信我们礼拜五都可以继续再去好好分享哈。那么这是今天的主题经文，所以在这里我说过了，虽然列了几个主要的人物，但是我们的重点不是只在他们身上，而是透过他们让我们看见神在做什么，神对我们说什么，神要在我们中间得到的是什么，这个才是关键啊！所以第一个我们在这里看到生命美好但是至死忠心的使提反，我们一起先来读我摘录的经文这个他长篇讲到的内容不在我今天讲台的范围内在预查的圣经里面都有分析但是如果我今天只是稍微补充一个点，你如果仔细去看的话，在使提反的信息里面他也提到几个关键的人物一个是亚伯拉罕，一个是约瑟，一个是摩西和约书亚约书亚只稍微提了一句，另外一个是大卫跟所罗门，提了这四类主要的人。那么在这四种的人使提反所讲的里面，都让我们看见神恩典的介入和他大能的作为，怎么样子帮助这一班百姓从原本所在的一个局面里面被神扭转过来，被神拯救出来，而带到一个新的境界。亚伯拉罕原来是在这个加勒底的乌尔这个拜偶像的地方，但是神把他从拜偶像的环境里面召出来，成为蒙召族类的元首要带他进到应许之地。约瑟所处的世代是一个充满饥荒死亡的局面，而神借着约瑟把那个局面给扭转过来，赐下了丰盛的生命和粮食，不仅拯救了他们，也让以色列百姓在埃及最肥沃的地方整个国度可以在那里扩展。而第三个讲到摩西怎么样子把百姓在埃及法老的辖制底下拯救出来经过大而可畏的旷野，借着约书亚带进了迦南。而第四个借着大卫，这个全心爱主的大卫怎么样子让漂泊的约伯能够愿意为主建圣殿，虽然他自己神不让他建，但是所有建殿的材料、建殿的蓝图建殿的山上的样式都是神启示大卫的，只是所罗门来执行就是了。让这个漂泊一直想跟神百姓同住的神终于有一个安息之所。所以这是整个使提反这么短的时间把以色列蒙恩的历史2000年的蒙恩历史一笔带过，而到最后使提反话题一转转到这班当时这些祭司法老法利赛人说守神律法却完全违背律法，说认识神但是完全不了解神的恩典和心意的人，当使提反责备他们的时候他们受不了所以圣经上就告诉我们，我这里只列了55节，他其实54节那里讲到众人就极其恼怒向使提反咬牙切齿所以底下就发生了使提反的殉道。好，我们现在来看我列的经文，第一个是从使徒行传6章8到10节，使提反满得恩惠能力，在民间行了大奇事和神迹。第10节，使提反是以智慧和圣灵说话，众人抵挡不住你看见使提反在那里用圣灵用智慧和圣灵说话。那么在第6章挑执事的时候，那你第三节特别说过，这七个执事都是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所以你发现在这班人的身上，耶稣基督那一粒麦子荣美的生命、丰盛的生命在他们的里面是别人可以看得到的，不是只是藏在里面宝贝在瓦器里，而是他们可以彰显出来的，人看得到的这是他然后接下来就读55节，使提反被圣灵充满，定睛望天，就是当众人愤怒这个向他咬牙切齿的时候，
在这样子的局面，好像被放在狮子坑中，放在豺狼虎豹中间的时候，但是斯提凡圣经上说，但斯提凡被圣灵充满，定睛望天，看见神的荣耀，又看见耶稣站在神的右边，就说我看见天开了，人子站在神的右边。这边又预备一个 slide， 这次 预备的比较多。众人大声喊叫，捂着耳朵齐心涌上前去，把他推到城外，用石头打他。他们正用石头打的时候，斯提凡呼吁说，求主耶稣接受我的灵魂。又有一个 slide， 又跪下大声喊着说，主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说了这话就睡了。扫罗也喜悦他被害。好，那在这里我想我只简单列的这两节经文，一个讲到斯提凡他这个人，我就是用几句话 highlight， 就是他们里面的生命是耶稣基督的生命，像透了耶稣的生命，他怎么样子降卑服侍，怎么样子充满圣灵大能在这里传扬耶稣。弟兄姊妹，你千万不要认为我们是在这里高抬斯提凡，他才信主可能不到两年，请大家不要忽略哈。我们今天讲的腓力，讲的斯提凡，讲的这些见证人，他们可能都才刚刚信耶稣，我想没有一个超过三年的。耶稣基督 才升天不久，圣灵降临，五旬节 降临，教会成立。所以你千万不要觉得这些人离我太远了，不是在讲我，不是讲我。弟兄姊妹，我们没有人要去把人抬到这么高，我们要让弟兄姊妹看见宝贝在你我的里面。今天在我们里面的是耶稣基督，是这个伟大的生命，这个丰盛的生命。今天只是我们到底跟这个生命的关系是什么，到底我们跟住在我们里面的基督的关系是什么。所以斯提凡各个方面都在这里表达了基督，让我们看见宝贝在瓦器里是怎么回事，怎么样子当这个人身上带着耶稣的死的时候，耶稣的身在他身上照常显明。当然你可以从人的角度去看，也有很多东西值得我们学习的。我刚才说过了，他这样子一个大有能力大有恩赐，智慧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是别人都抵挡不住的，他的福音能够一直传扬出去的，这样子的一个人，但是他却甘心卑微在神家侍奉。所以以前有人讲哈，说做菜需要恩赐，但是这个洗碗需要生命。今天我们在神家鼓励弟兄姊妹至少接两个服事，一个是针对神给你的恩赐和你里面特别的负担，因为我们希望你在神给你的恩赐上，在我们的功用上能够成长，能够被操练，这是我们盼望的。有的是诗歌敬拜，有的是传福音，有的是关怀，有的是做这个做那个，我们都希望能够让你的恩赐成全，能够成长。另外一个恩赐是希望，另外一个服事是希望能够来塑造我们主工人性格，能够来改变我生命的服事，让我这个生命借着服事被神得着，被神降卑，被神破碎，让我在这里舍己愿意服侍别人。所以我常常开玩笑说，有人说我扫厕所没有恩赐，扫厕所不需要恩赐，扫厕所需要生命，洗碗不需要恩赐。所以斯提凡在这里我们只是提到了他各种的情形。所以斯提凡这样子的一个器皿，他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在教会最需要的时候，他竟然殉道了？那我们没有办法说去帮他解释，或是去替神解释什么，但是我们至少看见斯提凡的殉道，他的意义跟带来的影响，你至少有这两方面。第一个，他见证了基督完全的得胜和得荣，他在这里见证基督的得胜，在这里见证基督已经进入荣耀。所以你看哈，当斯提凡在那里讲的时候，众人大声喊叫，捂着耳朵齐心涌上前去，58节，把他推到城外用石头打他。
外面看起来是这般犹太人忍受不了，受不了斯提凡这样子的话，觉得他亵渎神，因为斯提凡提的这两件事情对这些犹太人来说简直是不可能的事情，怎么会天开了呢？这些悖逆神活在疑文旧样的人，天对他们从来不是开的，只有对一个真正爱主舍己跟神关系正常的人，天对他常常是开的。你看我们读圣经，多少人打开圣经只是白纸黑字的读，但是很多人打开圣经天就开了一样，神对他说话，圣灵在他身上工作。所以一个人天是不是开的，是不是有一个开启的天，跟我们这个人的情形非常有关的。所以当斯提凡说我看见天开了，我看见人子站在神的右边，这句话也是让他们受不了。所以表面上来看是这些人受不了斯提凡的亵渎，因为觉得人怎么可以这样子，尤其是拿撒勒人耶稣怎么可能站在神的右边，所以他们愤怒。但是当我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我觉得那个真正愤怒受不了的是背后的撒旦，因为撒旦最怕的就是道成肉身，他在神儿子的面前输得心服口服，因为他是神，但是要在这位真正道成肉身成为人子的拉撒勒人耶稣面前，他竟然成为一个完全的人，成为第一个带着人性进到荣耀，第一个带着人性站在神面前的人，他们受不了这件事情，撒旦受不了这件事情。这叫做大灾近前的奥秘，神在肉身显现，而这个神的儿子在地上完全照着神的心意活，完全活在神的喜悦中。而当他死的时候，因为没有罪，死亡不能拘禁他，阴间的权府不能拘留他，他从死里复活，他升天，他回到神的面前。所以当斯提凡说我看见天开了，人子站在神的右边，我跟你说撒旦受不了这件事情。所以斯提凡在这里见证了耶稣基督完全的得胜和得荣耀。斯提凡在这里的见证不光对撒旦造成这么强的一个羞辱啊，跟让他受不了，斯提凡的见证同样的对周围的人，那些观看的人，甚至拿石头打他的人，当时的教会，后来的教会，历史历代的教会，斯提凡都带来了无法言喻的影响。在第二世纪有一个教父叫特土良啊 Tertullian， 他曾经说过殉道者的血是教会的种子，殉道者的血是教会的种子，能够让教会成长，能够让教会茁壮。所以当这个斯提凡殉道的时候，对保罗造成的影响，很多圣经的学者都说造成了太大的震撼和影响，让他终身难忘。所以他在使徒行传22章的时候，他做见证的时候还在提，他说你的见证人斯提凡被害流血的时候，我也站在旁边欢喜，又看守害他之人的衣裳。所以换句话说，我们今天所讲的保罗，在他得救之前，他亲自站在斯提凡旁边，看着他被石头打死，看着他流血，看着这个人怎么样子充满了荣耀，彰显着基督，从看见斯提凡怎样为这班人祷告，我相信在他里面都是一个震撼。但是他那个时候还没有醒悟，他觉得这班人非灭不可，非杀不可，因为影响力太大了。所以底下保罗继续杀害，直到他在大马士的路上遇见神。弟兄姊妹，这些影响不见得当时的，但是在里面，在他的整个人生早晚在神影响的。所以第一件事情，斯提凡的殉道在这里见证了耶稣基督完全的得胜，还有他得的荣耀。第二件事情，斯提凡在这里的殉道，在这里所有的表现，见证了所有的基督徒也都可以一样的和他一样的活得像耶稣，活得是基督。你看他的祷告像不像耶稣？耶稣在十字架上的第一句话是什么？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斯提凡跪在地上，他的祷告也是不要将这个罪归在他们的身上，他也在为他们求赦免。
弟兄姊妹，这件事情让我们看见真的是一粒麦子在这里结出的籽粒，一样尊贵，一样荣耀，一样在这里彰显的全是耶稣。他不仅仅像耶稣，连那个当初逼迫他逼迫基督徒的保罗，后来信了耶稣以后，他说我活着就是基督，不光像耶稣，我活着就是基督。弟兄姊妹，这是伟大的福音，这是整个神借着这些殉道者，借着这些教会受逼迫，要让我们今天的世代后来的世代都看见的。我们不是去读一个历史事件，不是读一个个人的得胜，在这里读的是乃是我们里面得着的到底是什么，神给我们的到底是什么，而今天这个生命在我们身上到底活出了什么。所以刚才唱的诗歌，求神医治这个地，他建立教会，要复兴他的教会起来医治这个地，因为我们里面得到的是这个世界唯一的盼望，耶稣基督的福音，耶稣基督的救恩，神的爱，神的 救恩是这个世界现在最需要的。不是我们在这里发表什么言论，弟兄姊妹，要把人 带来归向神。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了所有的基督徒都可以。殉道者，我记得有一次我讲到的时候，因为见证这个字在原文里面跟殉道 Martyr 是同一个字，你要为主做见证，真实的见证一定跟十架发生关系，不见得要像斯提凡被石头打死，不见得要像这个江户死在火里面被人家烧死，不见得要和很多人一样上了断头台，保罗一样。但是弟兄姊妹，所有的见证都跟十架发生关系，其实也是殉道者的另外一种表示。所以我曾经跟弟兄姊妹讲过哈，我说殉道者，什么叫做殉道者？殉道者的心智就是愿意天天甘心背起十字架来跟随耶稣，这就是殉道者的心智。到底是不是要用石头打死，要砍死，要怎么死，那是神的事情，但是殉道者的心智在你我的里面必须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要天天做殉道者，凡事做得胜者，让十字架在我身上掌权，让我能够学习舍己，不再是我，是基督。所以我们很喜欢讲献上自己当做活祭。什么叫活祭？活祭就是活的殉道者。阿爸阿们，这是我的定义。什么叫活祭 ？Living sacrifice， 活祭就是活的殉道者。阿爸阿们，对隔壁说，你是活的殉道者。要讲真的，当死在我身上发动的时候，生就在我，不是，当身上带着耶稣的死的时候，耶稣的生就显明在我们身上。当死在我身上发动的时候，生就在别人身上发动，这是今天圣灵在我们身上做的哈。所以斯提凡的殉道，或是说为什么要殉道，他这两件事情在当时在教会刚建立的时候太重要了，而且对2000年来的教会历史太重要了。一方面见证了基督完全的得胜，已经进入荣耀；一方面在这里见证所有神的儿女都可以一样像他一样活得像耶稣，活得是基督，因为麦子藏在瓦器里面，宝贝在瓦器里，不光显明这个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而且宝贝在瓦器里，让我们可以活出基督的馨香，在各处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所以在斯蒂凡身上，在腓力身上，在彼得约翰身上，在当时的门徒身上，我们都看见了这个荣耀的见证哈。所以以前牛津有一个宣教士，他不像剑桥七杰大家读过剑桥七杰非常有名的故事，轰轰烈烈，每一个都轰轰烈烈。牛津有一个年轻人也是被主感动呼召出来做宣教士到非洲去，他说我愿意做一个桥底下的基石。桥底下的基石没有人看得到的，今天我们旧金山最有名的就是金门桥，你到金门桥只会去看表面的，只会去跟表面的照相，你哪里会想到桥底下有这么多的基石，今年冷月 24/7 都在水的底下。但是这个桥不能没有他，他去了非洲不到一年就殉道了，
但是我决定相信，在天上，在荣耀里面，在神的得胜者的行列里面，这些人都是，对不对？所以今天这个麦子在我们身上都可以这个样子，好，我们今天就在于我们怎么样子的来珍惜它。好，所以对撒旦，对周围的人，对教会，甚至对我们今天的人都造成的影响。第二个，虽然他们教会遭受逼迫四散，但是却到处广传福音啊。这个第八章的第一节就说，从这日起，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遭逼迫啊。有个 slide 啊，从这日起，耶路撒冷的教会开始大遭逼迫。斯提凡的事已经够让人难过了，够让神儿女们受到打击了，但是没有想到这个逼迫从当初集中在耶稣身上，后来集中在使徒们身上，后来集中在这些爱主的人身上，现在集中在全会众身上。你就发现这个逼迫不住的扩大，但是祝福福音也开始不住的满溢出去。好，因为底下你就读，除了使徒以外，门徒们都分散在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处。第四节，那些分散的人往各处去传道， preaching the word。 弟兄姊妹，你就发现这是一个多么美的图画，不要为了这么一小节我们忽略到它，这是教会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个记载。当门徒们大受逼迫，从那一天开始，整个局面 turn around， 他们从耶路撒冷出去了。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圣灵降临，你们要得着能力，要在耶路撒冷、撒玛利亚、犹太全地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福音从耶路撒冷出去了，到犹太全地，到撒玛利亚，这是神在这里做的一个伟大的工作哈。所以大家读到使徒行传第八章的时候，我在预查里面也有提到，第八章使徒行传第八章的记载有两件事情是从前没有的。第一件事情就是门徒们开始受迫害，以前只有在耶稣身上，在使徒身上，现在是在所有神儿女们的身上，使徒们开始受到迫害。这个迫害是一个全面性的，我在说迫害不住的扩大，但是祝福却不住的满溢出去，福音开始向外扩展。所以第二个也是前面七章没有的，福音从中心到圆周开始向外扩展，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所以等一下我们会读到腓力，虽然那时候没有人直接到非洲去，但是腓力却向这个伊索比亚的一个太监传了福音啊。教会历史上讲到福音就是从那个时候带进的非洲，所以也是开始了传到地极的第一步开始了。所以你就发现是耶稣基督升天之前的应许啊，你们得到能力以后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两千年来，从伊索比亚、非洲开始，到保罗最后送到欧洲，然后欧洲送到美洲，美洲送到亚洲，弟兄姊妹，福音开始在传遍全地。这是圣灵一个伟大的工作，这是一个圣灵的水流。所以我们今天眼睛不是只在看在少数的这些人的遭遇上，而是看见神在做什么。我1979年、80年来到美国的时候，那时候全美国各个大学一定有中文查经班。那时候对不起哈，这个国内来的几乎看不到哈，都是台湾跟香港来的。只要有学校，一定有中文查经班，不见得有韩文，不见得有日文，不见得有其他文的，但是一定有中文查经班。我当时就在主面前祷告，我说主，你在做什么？哪里晓得神在这里布局。等到中国改革开放的时候，这么多杰出的人，这么多人涌到美国，在这里得救，在这里信了耶稣。今天我们在座大概有四分之三的人都是，对不对？神在这里预备，圣灵的水流，圣灵的工作，是我们看眼前只看自己看不到的。你一定要退到神的面前去看神到底在做什么。这么多中国人杰出的人得救，现在回到中国去，我也决定相信对中国一定早晚要产生一定的影响的。巴不得海归派能够勇敢的站住。上次听到这个柏友成弟兄在这里讲说，海归80%多
回到中国就流失了，我真的心里面很痛的，真的求神帮助我们，你们不要随便回去，回去要带着使命，带着基督丰盛的恩典回去，决定不是为了赚钱，不是为了找到更好的工作，回去退休养老回去的，为着神回去，所有所做的要跟神的旨意、神的国度发生关系，你这样子回去才有意义。所以福音从这里开始往外传啊。马太福音24章，主耶稣讲得很清楚，这个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末期才会来到。所以我们新人门训讲到等候主的再来，预备主的再来，不是主不想回来，主巴不得回来。哪一个新郎不想娶新娘的，对不对？圣经上是用新郎新娘心腹来描写基督和教会，他当然希望来迎娶他的教会。今天只是教会在这里失职，还是满身污秽皱纹等类的病，神需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得干净，而且教会的使命要传福音传遍天下，末期才来到，教会没有传。我好多年以前读到一个基督教的文章里面，我非常感动，他这个牧师他说他有一次到菲律宾马尼拉去那里度假，他就让他开车从机场出来的时候，发现在马尼拉外面有一个很大的垃圾场，非常大的垃圾场，上面住了很多人在垃圾场上，他非常的好奇，尤其他看到金头发的美国人也住在上面，他想怎么可能，所以他就好奇的跑去看了一下，发现那边有这么多从美国来的放弃了美国优越的生活，住在贫民窟，住在垃圾堆，为了跟他们传福音，他说他心里面非常的感动。我再说哈，斯提凡、腓力、彼得、约翰、保罗跟马尼拉垃圾场的人，这些宣教士，他们里面的生命跟我们的生命都一样，都是耶稣基督，都是一粒麦子所结出来的。在求神在这里帮助我们，当福音借着他们扩展的时候，希望我们也能够都在主的面前能够好好的加油。不久以后我们有宣道主日，有宣道周末啊，去年我们请的这个博训的宣教士，他在这里分享，我不久前还讲过，他说就算你不是宣教士，你也可以做宣教士的事，你也可以做宣教的事，就算你不是宣教士，你也可以做宣教的事。我们周围有这么多的人需要我们去把福音带给他们，需要把火带到黑暗中，让他们有光明，有盼望，除去黑暗，除去恐惧。所以他说他原来以为只是被派到那里去一年的，没有想到由一年变为一生，他去了以后再也回不来，在那里继续服侍，看见那个需要，舍不得离开，不忍心离开他们。第三个，到处宣教脚中加美的腓力。在我们讲腓力以前，我刚才讲到第二个点所讲的是耶路撒冷很多的门徒们，他们没有受过专业的训练。如果连斯提凡、连腓力都不过信主不到三年的话，很可能哈，我只是这样子的想，真的是很可能不到三年。那这些门徒们很可能不久前才信主，但是他们一样可以出去到处传福音。所以今天我们需要，的确需要真理的装备，但是不要让它成为我们的借口不敢传福音。我们一样可以传福音，我们也应该要传福音。好，那我们现在看第三个啊，到处宣教脚中加美的腓力。那么圣经里面描写了刚才斯提凡那样子的得胜，然后也花了一些篇幅在第八章描写的腓力。腓力只有在这里跟第六章被选出来的时候记载过，然后最后就到了二十章吧，后来只是提到说传福音的腓力，这么简单，对他这个人的介绍就是讲到一个传福音的腓力。那么腓力在这里传福音呢，圣经提到几个点哈，使徒行传21章8节讲到传福音的腓力，提到他三个地方啊，那么但是明显讲地名的三个，但是圣经上说他就走遍了那一带的地方，所以他是一个随走随传的人。那 John Wesley 曾经有一句名言，
这是在他1939年6月11号讲的，他说全世界都是我的教区。 The whole world is my parish， 全世界都是我的教区。这是他1739年，就是他36岁的时候他所讲的，也是在他自己很清楚重生得救以后没有多久，他就开始到处出去传福音。他的这一生讲过了42000篇道，他骑马传道骑了25万里，25万 mile， 一直到他80多岁他还在传福音。弟兄姊妹，当你真认识福音，真认识我们所传的这一位的时候，我们里面会忍不住的想要去跟别人分享，对不对？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腓力，他也是随走随传。当他从耶路撒冷往撒玛利亚去的时候，你就发现他到了撒玛利亚给他们带来的影响。我只是简单列了一下第8章5到8节。腓力下撒玛利亚城去宣讲基督，众人听见了，又看见腓力所行的神迹，就同心合意的听从他的话。因为有许多人被污鬼附着，那些鬼大声呼叫从他们身上出来，还有许多瘫痪的瘸腿的都得了医治，在那城里就大有欢喜。你发现神的工作，神的能力透过他们出来。所以圣经上里面也讲得很清楚，我们传福音不独在乎言语，也要在乎全能圣灵并充足的信心。所以福音要有效，这四件事情都不能少。不独在乎言语并不代表言语不重要。你发现不管斯提凡也好，不管是腓力也好，当太监问他说这段话指的是谁说的，腓力马上可以就着以赛亚书跟他传福音。他们都才信主如果不到3年，那我们今天还有什么借口？我们今天超过3年的，我想80%以上的人超过3年，他们圣经可以这么熟，可以活用，可以让圣灵随时拿出来用该对的地方来传福音。弟兄姊妹，这是他们在主的面前随时预备好，带着圣灵的能力在这里传福音。而且你看他在撒玛利亚有这么伟大的、这么明显的这个工作的果效，许多人被鬼附的被赶出来，许多人瘸腿的、生病的得了医治，在城里大有欢喜。你想一个传道人如果做工这么有果效，突然主的使者说起来往旷野地去，舍得走吗？多少的理由可以跟主说，主现在不能走，大功尚待我完成，此处没有我没办法。虽然不会说，心里面会这样想。看腓力二话不说马上就走。弟兄姊妹，这些人为什么能被神用，就是因为他们知道所信的是谁，他们在神面前完全站在一个降服让主自由的地位上。往加萨的路上，这个我们刚才讲了哈，他对那个伊索皮亚派来的这个在女王底下管银库的这掌握财务大臣的这个跟他传福音。弟兄姊妹，你发现圣灵，其实你在读这些故事你好像就读过去了，但是你一定要读到背后真正掌握这一切的神的手，圣灵的水流，圣灵到底在做什么。他要让这个福音从耶路撒冷、犹大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那么耶稣这么说的，圣灵就这么做了，早就在这里预备。怎么可能会有一个管财务大臣的，天天都是摸着钱的人会对圣经有兴趣？在那里读不懂的时候，腓力来了，而且腓力去的时候是跑着迎上那个车子，他就是不要浪费机会，他抓住这个机会，他知道圣灵有工作，他上去以后帮助这个人得救，帮助他当场受洗得救。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在神面前 available 的，我们说合神心意的器皿，挑选教会领袖的器皿，很多教会都用 fat 肥哈这个字， faithful available 还有什么 teachable， 三件事情。你发现这些人的身上这些特点都非常明显，随时 available， 我随时待命，神要用我就忠心的去 faithful。所以让福音进入非洲，进入地极的第一步开始了。
这里稍微提一下，这个伊索皮亚，圣经在这里特别，中文圣经老的和合本都是翻译作埃提阿伯，那很难念哈，英文都是这个伊索皮亚 ，Ethiopia， Ethiopia， 伊索皮亚，但是圣经那个时候所讲的伊索皮亚，其实是介于埃及跟这个苏丹中间的古时啊，是在这两个的中间。现在有一个国家也叫伊索皮亚，是在苏丹的下面，这两个是有点不一样哈。所以我还是回到圣经里面，用了埃提阿伯，免得大家误会了，以为是今天的伊索皮亚啊，那个时候的古时，是在介于埃及还有这个苏丹之间的哈。好，那是岔开来的话，那么这个人38节。于是吩咐车站住，腓力和太监两个人同下水去，就给他施洗。从水里上来，主的灵把腓力提去了，太监也不再见他了，就欢欢喜喜的走路。啊，你就发现这些人负责就是把你带到神的面前，然后你就不需要纪念我，我就走了。啊，这些人也能够因着得到福音，能够继续的往前。这是一个旷野的呼声，我常常讲啊，施洗约翰就是一个旷野的呼声，他没有叫人来跟随他。什么叫做呼声、喊声 cry？ 当声音出来的时候，他就引起人注意，去注意他所喊的。施洗约翰的声音就是看哪，神的羔羊，这是施洗约翰的喊声。当人照着他的话去看见羔羊，甚至他两个最心爱的门徒去跟随羔羊的时候，他心里面一点没有舍不得，一点没有埋怨。声音出来了，声音消失了，但是却把人带到了神的面前。这是我们所有服侍主的人都应该要学习的。所以腓力在这里把他带信主了，腓力就走了，使者也把他提走了。然后这个就是往，然后后来这个腓力就离开了以后，被带到有人看见他在这个亚索都，而且他走遍的那一带的地方，直到该撒利亚，而且当他在那里走遍的时候，就在各城传福音啊。所以这个亚索都大家可能不知道是哪里，就是旧约圣经的雅实图啊。你读到腓力士人有五个重镇，其中有一个叫雅实图。啊，就是这里所翻译的亚索都啊。那我在这里，糟糕，我这个画得很清楚，但是打出来我们荧幕太小了，你们可能看不到。然后我昨天就把这个腓力的脚踪基本上列一下。耶路撒冷是绿色的，他就往北到撒玛利亚去，在那里做工非常有果效。然后神的使者吩咐他说，你要往耶路撒冷下该撒的，不是下这个就往加萨的路，他这一条路是旷野啊，所以他就在那里遇见了这个伊索皮亚的太监，在那里跟他传福音。那么那个人就继续往埃及往南地去了。那么神这个约瑟不是这个腓力被提，然后后来有人看见他在亚索都，在那一带走遍那地啊，然后在各城传讲主的福音，直到撒玛利亚。那这是他大概的脚踪，让大家参考一下就是了。啊，所以你在这里发现这个腓力，我们先不去讲他很多很多的优点，例如说他把家教得真好，四个女儿个个都是说预言的。那有的英文是说，这个预言不是 prophecy， 是讲道的，就是全家都敬虔爱主啊，在神的面前都是认真服侍的人。那腓力这个人在他身上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刚才我说过了，他是一个非常 passionate， 有火在他里面的人。他碰到谁可以把谁点火，把他生命的火点起来。他到撒玛利亚去，撒玛利亚根本就是犹太人这个看不起的人，但是他到那里传福音，圣灵的工作这么明显借着他出来，鬼被赶出去，人得医治，全城欢喜，福音临到他们，救恩临到他们，到哪里去就是为人点火啊！他把这个太监火也点起来，让这个人带着火回非洲去。他到亚索多，他到那一带的城，他到该撒利亚，他一路上流露基督的馨香，一路上为人点燃生命的火把。弟兄姊妹，这是腓力，这是圣经上就称他传福音的腓力，没有什么苔藓啊。我非常不喜欢基督教用的一个名词叫做 lay people 啊，
就是平信徒，没有特殊阶级的，不是神职人员的，是外行的，不是专业训练过的。我这个字用在别人可以，我觉得不要用在教会。教会个个都是君尊的祭司，都应该是传福音的人，都应该是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见证人，都应该是神的儿女，一起在这里侍奉神。好，好，最后讲到开启天窗、主恩满意的使徒。当撒玛利亚的人得救了，耶路撒冷的教会听说了以后，就派了彼得和约翰，这是两个在耶路撒冷最德高望重的使徒了，派他们去看望撒玛利亚的圣徒们。再说哈，犹太人瞧不起撒玛利亚的人，根本都要绕道往北走的，不经过撒玛利亚的。你记不记得在路加福音第几章？路加福音第九章，当耶稣起来走他人生最后的一段路，往耶路撒冷去的时候，圣经上告诉我们说，他们要经过撒玛利亚城。那撒玛利亚的人不接待他们，不光犹太人看不起他们，不进他们的城，撒玛利亚的人也不喜欢犹太人，觉得他们骄傲狂傲，不想跟他们为伍，所以犹太人撒玛利亚人不接待耶稣。你记得那时候发生什么事吗？跟约翰这两个称为雷子的，马上就跟耶稣讲说，主，你要不要我们求神降下火来烧灭他们，像当初以利亚一样？要不要我们吩咐天火降下来烧灭他们，像以利亚一样？弟兄姊妹，这两个门徒当初对撒玛利亚人充满了愤怒，充满了不服啊！他们也不认识自己，居然说求，不是说求神降火，他说要不要让我们吩咐火下来？你吩咐嘛，你吩咐老半天，你跟巴利一样，火不会下来的。居然说要不要叫我们两个叫火降下来把他们烧掉，教训教训他们。耶稣说，你们的心如何你们不知道，人子来不是要毁灭人，而是要叫人得救。耶稣要叫他们认识他们自己的生命，这是我们原来的。但是现在来看看使徒行传第八章的彼得跟约翰，约翰当初求降天火的，要来审判要来消灭他们的，现在为他们求圣灵，圣灵当他们祷告天开了，圣灵降下来临到所有这些人。弟兄姊妹，这是一个何等的对比，这是一个何等的对比。所以我们在讲使徒行传的时候，一开始说我们要与复活的耶稣相遇，然后我们要在圣灵里面经历意想不到的蜕变，圣灵改变了这般软弱自私真伟大不服气的使徒们，完全改变他们。所以现在再来的时候，不是求天火降下，乃是求圣灵，不是求火烧灭他们，乃是求圣灵的祝福临到他们。这是一个何等的对比。弟兄姊妹，我们身上有没有这样子明显的对比？我从前是这样，如今是这样。神家需要有复活生命的明证。有基督人被主改变以后，不一样就是不一样，生命丰盛，脚中加美。他在这里也帮助那个行邪术的西门归正，警告他要悔改。第三个，他们也是充分的利用机会，当他们回去的时候，一路上25节，使徒们既证明主道，而且传讲，就回耶路撒冷去，一路在撒玛利亚好些村庄传扬福音。他们完全没有浪费时间，没有说我赶快回耶路撒冷，回我的老家啊，妻子孩子都在等我，教会有那么多的需要。他们随走随传，只要有人跟他接触，他就要把福音把主的祝福带给他。弟兄姊妹，这个在预备这个信息的时候，我就想起创世纪30章30节雅各对拉班讲的一句话，耶和华随我的脚步祝福你。当雅各讲这句话的时候，他完全还是属肉体的啊，就从外面认识神。他说耶和华随着我的脚步祝福你，哪里晓得这句话是神儿女们每一个人神都要在我们身上做的工作。
这是神要在雅各身上做的工作。后来老年的雅各就完全不一样，他到哪里去把祝福带给别人、哦、他为十二个支派祝福，为约瑟的两个儿子祝福，他连进到王宫都为法老一次两次的祝福。圣经上说，希伯来书七章十一节说，只有为大的为小的祝福，这是驳不倒的理。但是当法老见着雅各的时候，都忍不住的谦卑低头下来，让雅各为他祝福。这个年老苍苍拄着拐杖那么穷的一个老雅各进来，整个生命丰富透亮，神的祝福从他临到地上的王法老。两个世界里面出来的人，一个是属灵的世界，被神工作，被神拆毁，被神改变出来的雅各以色列，另外一个是世界的王，顶尖的代表法老，世界霸主。两个相遇的时候，世界的妈祖低头让雅各祝福。弟兄姊妹，要看重神放在我们里面的，是这个世界真正所需要的。耶稣基督的生命和这个生命里面所有的荣美，所有的荣耀，所有的丰富，他的爱、他的恩典，他的平安，他的喜乐，都在我们的里面。今天我们希望主让我们成为他祝福的出口。 Make me a blessing, make us a blessing、让我们成为祝福 Channel of blessings, 成为神祝福的管道，走到哪里去，我们成为别人的祝福。所以我们今天播饼最后结束的时候，我们要唱说，主我不过是你运河 Channels only, 我们里面有基督的丰富，有伟大的祝福要透过我们领到。在我结束的时候，我就是想提醒弟兄姊妹，我们最近 pandemic 这么多人生病，一家又一家，孩子们这么多人听到这样子的坏消息，而整个世界 chaos 那么混乱，对不对？不光是枪击，多少的犯罪，多少的政客，多少的那种让人惨不忍睹的新闻。弟兄姊妹，当神把我们摆在这个处境的时候，神完全知道，他知道我们需要什么，知道这个世代需要什么。所以希望我们不要像我开始说的，每一个同样的环境，你不同的回应就会有不同的行动，就会有不同的影响，就会带来不同的结果。我希望我们在主的面前是用正面来回应，就跟这些门徒们，他们遭受逼迫，他们却把福音满溢出去。所以希望我们在这里珍惜神给的机会，珍惜神给我们的同伴，我们在这里与神同工，来活出基督来，也留下加美的脚踪，让得着基督做生命，活出基督作为我们的使命，好不好？